苏巴瓦，秀达，萨瓦达玛，苏巴瓦，秀多汉。好，念三遍观想，我们啊，众生啊，食物啊，都恢复清净来。哦，苏巴瓦修达萨瓦达玛，苏巴瓦修多哈，哦，苏巴瓦修达萨瓦达玛，苏巴瓦修多哈，哦，苏巴瓦修达萨瓦达玛，苏巴瓦修多哈。再来要念嗡阿哄，那这一次念嗡阿哄，你要观想，这里面有写的很好，念诵时震动胸腔，轰，感觉从你的每一个毛细孔，84000毛细孔发出声音，轰。然后其声遍满十方虚空，地狱道佛的境界都充满嗡阿哄，然后功德都融入在里面，嗡阿哄嗡阿哄。所以我们念三遍来，嗡阿哄，来讲一次哦，念，对对对，不是不是，我叫念嗡的时候，你要观想所有佛的力量从你的头顶灌进来，叫嗡，然后再放在肚子，啊，停一下，轰，嘣，跑出去。念一次来，嗡啊轰，回去开始练习。老公，你做好，嗡啊轰，打气功给他。然后你这诸佛菩萨的功德，加上你的功德，然后你念轰的时候就跑出去了，好不好？好，开始，嗡啊轰，嗡啊轰，嗡啊轰。啊，下回我们就坐在巴黎铁塔一票的，嗡啊轰。帮助所有老外。然后呢，现在观持咒观想，怎么观想？就是说慈悲就是变成观世音菩萨，所以你现在观想你的身体变成观音菩萨，非常的大，比巴黎铁塔大百千万亿倍这么高。然后会从你的每一个毛细孔布施出甘露给他们。然后各位手上又有世间喜欢的饼干，拿起来，然后。首先我们替父母六道供养三宝，好不好啊？恶鬼道之所以做鬼，地狱道受苦，是因为过去没有供养三宝，没有福报嘛，所以我们替他供养。来，一起念119页持咒观想。来，第一，供养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菩萨摩诃萨，观想诸佛菩萨遍满虚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敲法器，敲鼓，代表动物，牛、猪、羊四只脚的得到超度，大鼓、小鼓都可以。敲一木鱼，木鱼什么得到超度？鱼、虾、螃蟹得到超度啊、敲引磬啊、代表。断烦恼，发菩提心，所有众生。敲云水板，缅甸的这种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敲。念一下：恶鬼离苦，鸡鸭升天，就是两只脚的超度啊。那现在还有这个像大海的声音一样啊。他们有麦克风，像不像大海？我就观想所有啊海水边的一切友情超度无量无边的意思，所以我们念的时候会敲这些法器，念嗡，念一次嗡，阿扎迪，苏鲁，波波耶，波巴耶，送哈，然后就替六道众生供养所有三宝。嗡阿扎提娑罗婆跋耶娑哈，嗡阿扎提娑罗婆跋耶娑哈，嗡阿扎提娑罗婆跋耶娑哈。第二，供养天地诸天天王天人众天仙众天龙八部等，观想护法永护空行天人众等遍满虚空。念一下，供养天主教、上帝、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各种宗教、所有主神、护法神明，哦，通通得到功德。来。嗡阿扎提娑罗婆跋耶娑哈，嗡阿扎提娑罗婆跋耶娑哈，
翻过来，人有70亿人，听说到了2050年，再过几十年就变成90亿人啊！而且这个人呢、啊，会我们华人、西方人就越生越少，他们有些人就越生越多啊！所以以后连这个人类的生态都会改变啊！但是无论如何，替所有人供养，也供养所有人，好不好？你要这样观想啊，每个人都得到我们今天的功德。来，供养人道之一切有情众生，观想前方遍满无量无数人类。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第四。供养阿修罗道之一切有情众生，观想前方遍满阿修罗。阿修罗就是女孩子都个个很漂亮，很漂亮，因为他们都要嫉妒心，所以每个人都要化妆的最漂亮。然后男人个个都拿着武器，啊，很凶悍，所以你要观想无量无边的阿修罗。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再来要供养鬼道，鬼道有两种，像我们在拜的土地公、大伯公，一般的王爷，他叫有财鬼。然后山神、树神、海神，这个叫有福报鬼，这个都属于鬼道。天神归天神，世间的大水神啊、土地公啊、大山神啊，还是属于鬼神道。先供养他们，他影响我们最大哦，各位这个要小心了 啊！就是说你要盖房子啊，你要移个树啊，都要尊敬他一下啊。然后先供养这些有福报的有财鬼，念下来。供养城隍、土地神、山神、龙神、水神、树神、风神、雷神、诸神众，以及一切护法善神中。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有一个各位一定要供养，来护法善神。你只要皈依三宝，你就有36位护法善神在你身边。你受一条戒，就有5个大护法神。你发菩提心，就1000万亿的护法神。各位，大楼管理员要不要付薪水啊？要嘞！啊，你一直供养佛，然后这个护法神不付薪水了，他跑掉了啊！所以你的护法神，你要经常回向给他。那这些护法神又有福报，越有功德力，他就越帮助你，对不对啊？所以也要记得，每次修功德都要那样供养父母，供养就是你也是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护法善神，每次都要这样念，然后再来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吃饭都要这样念，4个三宝护法、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众生，然后就拿一点饭出去外面。你布施，所以我们现在供养这些可怜的恶鬼道，乃至恶鬼城里面的所有众生，来观想前方遍满恶鬼众生。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下面。供养地狱道之一切有情众生，观想下方遍满地狱众生。最可怜的就是地狱道，地狱道最短的寿命190亿年，时时在被杀、被烧、被割的痛苦啊！所以各位要念佛，一定要多观想。如果佛号能够到地狱，他们听得到了就可以超度啊。所以要观想18层地狱，各种地狱受什么苦，各位最好去了解，你才会生起悲心，自己也不敢造这个业。来，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嗡阿伽帝娑罗婆摩耶娑哈，
当阿扎子修罗波那耶娑诃。供养畜生道之一切有情众生，观想前方遍满畜生道众生。那各位在家里念，不要光念三遍，因为有时候你还没有观想到。四只脚了，两只脚了，没有脚了，很多脚了，在水里面。四只脚了，有长颈鹿，有狮子，你要一定要一一观想。犀牛、大象，但是被杀最多的就是牛、猪、羊，对不对？这些四只脚了，兔子。然后你在念阿弥陀佛后的时候，你就要一直观想，或者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四只脚了，完超度完，两只脚了，两只脚了，没有脚了，各种的鱼虾、海鲜，各种蟑螂、蚂蚁，这个是生慈悲心念佛啊。这个是最好的念佛方法，所以来。嗡阿扎帝娑罗婆那耶娑诃，嗡阿扎帝娑罗婆那耶娑诃，嗡阿扎帝娑罗婆那耶娑诃。第八，我们加上去，跟我念来，供养往生父母、七世父母、历代祖先。流产胎儿，过去所杀所吃，动物亡魂，造成身心病苦，业力债主，潮州会馆内外，男女孤魂，现场所写，往生牌位及消灾牌位，指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嗡阿扎帝娑罗婆那耶娑诃，嗡阿扎帝娑罗婆那耶娑诃。好，麻烦义工菩萨拿个盒子，各位把饼干往旁边传，然后呢，他们帮各位分配去供养，有些供养在往生的，有些烧掉。来，我们往旁边。旁边的最旁边的收一下，往这边传。点了一点点香粉，加一两块饼干，哦，就不一样了啊！那个香粉都点得很热了，第一次布施了，没有烟了，你再加饼干，那烟更多啊！所以我想布施，哪怕点一支香、一杯水都没关系。好。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9月2号星期六上午8点，宜兰运动公园供佛斋僧大会。下午2点半大蒙山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9380-3380。9月3号星期日大势至菩萨圣诞，上午8点半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八关斋戒暨尊圣塔启用，联络电话03-9898686。9月5号星期二佛欢喜日僧宝节，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200劫，中原地观圣诞及中元节，下午1点高雄慈悲道场高雄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南区联合举办校庆报恩与蓝盆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7-5569911。9月6号星期三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圣习与恶行成1000万倍，下午1点台南关系平台盂兰盆孝亲报恩消灾祈福护生点万灯供万水暨慈悲施食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6-213-111206-258-917707-607-3377。9月7号星期四下午1点半云林观音讲堂新逢教校月，点灯供水药供护生暨大蒙山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5-633-1565。9月8号星期五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除罪90劫王母娘娘圣诞，上午9点半嘉义慈悲湖点万灯供温水恭送地藏经及持诵报父母恩咒护生慈悲施食暨盂兰盆梁皇法会圆满总回向，联络电话05-225-588805-216-6700。9月9号星期六值年太岁星君千秋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下午1点台中洲际棒球场中区联合举办孝亲报恩护生点灯供水药供大蒙山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9月10号星期日上午10点新竹普元佛道院北区联合护生点灯药供暨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9月12号星期二晚上7点桃园高中人文艺术馆心灵讲座，联络电话03-331斋戒点灯药供护生暨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2-2951-0355。9月14号星期四龙树菩萨圣诞，念地藏菩萨卢舍那佛持斋除罪1000劫正延平郡王千秋，上午8点半基隆法严寺恭送地藏经盂兰盆经点万灯供万水护生暨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2-2456-2057。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
事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大人的你们送去的你们你们的了别别那么来给上路了但我就的了学习大的了你这边的去前年前面那个了
去念不比其他的念不去切不比其他的切不去大那心给念不比的切不比推梦给其他的切不去大家对你的写不写不的去前年前给你给你写不写不的给什么意思大家懂吗去年不去写不了但不去特别偏远上不了看这三国的三郎郎是他们这个名字就不去特别但其他的对个麻将吧其他麻将吧去开发的朋友的这些就是其他成分的第一卡的成果的三这些就是其他成分的拉面成就主播了他拉面成就主播了卡出来的提出没念不了这里这个地方的桌啊给不起个位置从给哪里从下去安住跟他们熊住给哪里给从特别熊送给哪里送给哪里直接理解特别缺那么些不了特别地理到不了时间长不特别缺那么些不了下这个鸡蛋给特别前面的地呢，朗多吉那呢，西边就话印象这个，今日特别偏远点不应该。但是呢，提前了时间，特别地，特别地理到了就是，特别特么应不过，特别两眼到了就是啥这个，等呢搞笑的住宿，给偏远点个了。反正住宿呢，西边一呢。拉巴松就来给朋友点个好的，刚才说呢，对电脑了，听什么想法了？电脑，刚才对电脑也，拉巴出人也拉巴做点个有名，就上天了，听什么想法了？电脑，拉巴出人也拉巴给，电脑到底电脑也，拉巴定义自己拉巴做点个有名，就上呢，电脑，听了听什么想法了？电脑，定义自己来给玩去。다드네원베데뉴기라바시르기라바조등유베인주사네테라투즘세발데네라바시르기라바규르케브르치기아르스라가쇼네세베이나레기뉴몽바다뉴몽베가르제꾸니뉴몽바다드네케베꾸니뉴몽바라소바다데기디공가브르치기아르스但是他的心里上给你接了那老里啊他们去自己的军队啊让个武当也拉了说吧金不当完什么给你也不要了等你就算呢第一样退不起来的去自己退完啊但与早晚清不也不记得那便宜清不也不记得村规划了，但这个，但这里你不得了，缺的缺哪样了呀？这里边顾不起，忍住钱个不应不来说。太阳第二年呢，拉不到马尾电了，第二遍呢拉不到几下子，这自己下来做。这里就啥呢？缺，你是缺就啥呢？缺自己一面呀。因住这个马都没变呢啊，听得见啊？到底前路的上，听得见告诉嘞？去因住这个马都没变呢啊？太阳前路的上不听得见？等你告诉了他，胜利呀，抓瓦当，你不听不见？来了的那么一个王都马当完。全部的信心一关，对呢，年过一不来。那你这心都去七八步了，三个人成就，三百，你知道吧？对呢，对呢，告诉嘞，对了，亏呗，亏不存在了呀，吃顿吃顿不一定多，那告诉嘞，修呀当，
这拉的呢，这他说查车瓦当，当然是免得了所谓缺乏必要。但第一的长路，他说这，做的确已缺乏缺乏当，啊，就这年纪确定了，可不缺乏有了。你呢也拿给送别个当，他那些女人拿了来呀，吃点菜都没吃些送下来，吃的点人汤吃不当，啊呢让个出卡来拿吧，拖不定这没叫我送下来，伊呢啊，他看啥看是个，这老子穷啊，然后这听不。父母，这缺七八步，听这个，他缺七八步，就得要问呢。他的吃人难吃不当，吃土不当，听这个顶多点呢，我去把他说切切完吧。他的干啥呢？我缺一千万的，我做的缺一千万的，干啥呢？干啥的？甚至突厥的也为个确定了干啥的呢？卡车也没有影响。俺那的他说嘞，确定了千万对不起都干啥的了呀？就是拖不起，那马虽然说就都下地下来是。但的呢，宋巴的去年被去饿了呀。但呢，改建另一个宋巴团建。旅行处电视，送不能信给，唐伯今高见那一卷送不定我送呢，得到他们这张，他说，得到卷一吃面马贵不行，吃不完。那太阳多呢，里边热多热了，一了送去，姐姐养的养多。多忙不急那呢，种地下来，这个那个卷笋去年被割了，那个卷笋半个月也没得不来。那这样，他们里边啥的，里边啥的没把皮笋吃完，就说出来，但引起给了龙筋的不起，没把皮笋吃完他那些，吞多年我是能抓住。真的是越别拖呢，那去年我也是，他这个还是那卡布布的那个，就不过了。啊，去年别搞了呀，真的没到账簿，没到吧？卡了是玉米吧？这多也拿不得吧？这个，那他说忽然给。女婿生的吧，那是就过来是他，俺了就，看了是有几，然后同居几，这呢这么容易上不着，听你这个，滚龙修闸有点，你这个跑吧生的个东西，你就过来是。日热多女生的个，确实都那么几百生了长多。帮人给洗了的，马这位过来，年过下来，他第一个，你这么多为捐帮个下来是，他们的，一来送洗送过来，一来送洗啥的个，你他告诉拉面送，他来什么不罗生产到的，去水是没完，马当完，他的那个过来，你小弟的为捐帮过有了。车上本来女婿都不去，可不能下手一米呢。听到了呀，可他说他是，这出了说吧，人家开始录一米呢，听不几个，哪能这个要嘛呢？啊，大家耐心给，去前年，前年给车上提给那他说的，常熟代表一名娘那我也养不起买年不起心里告诉你
이제때이네많이보이나지금가야로라내두고말해로라내게말해지금주산에다디라마도추기겸인바냐바비겸인바인주산에텐저유다내카보바다고다든지기겸대안본거에보래다양결심내내샵되어왔어주산에배는품벌어지기에고랑기꼭대대야돼말로죽고이공유해돼말로든지지미나뒤날로래야되네에걸어야지출렀어봐지금지금루베이네야티브지기야롱주규미중와我唱完了咋呢？七天左右嘞。当然是因为绿缺的都带不赢，带呢，我那唐伯养不起的，也养不赢的呀。什么啦？没送不？这，看出来他的，一了，马吉不切呢？马吉不呢？等你娘两个搞的呀，看样别急。어다든지송송든지시송아삼바로보지가치규매버지용거래스근데이제대대여기내샵되었다비견대야본거아이고안에드네내미장와내투쟁더비견사야돼가르쳤나내지지금나러래야미장왜제루샤와야나투단제비세르든지루샤비미나디나로래야다베르출라소베기롱주제신제나다출라소바다사자도동제신지금루고있네야디롱주도미루와롱주미니바드리차로레스다가나신기다기주변에신루쉐레르여베체아니年啊，这岁呀，也不年，生来也不松，俺们没来下雨，天天雨不那样。工农上不么穷呢？工农年吧，土生的过年啷不着？天天这个土生的爸爸，土生的卷的再爽一米呢？天天新旧的朋友嘛呢？新旧的没分别顶多，那让些他们些碰了就啊个。见得着啊，应该啊。听这一边女生的女生的呢，你突见得我，你这么见得会见得不我一步。哦，那别的团太大了，但呢，去年别搞了呀，改建啊，没准备巧的，捐数不得啊。听这就人多，什么什么就说说给什么了，看了看什么子，还考察了几了呀？다들래야년보험티도쇼기안다라가수래지에대략카드에자지아주삼동과임그래대가르지래서담보너카부받더유기년보대가래서나이단나와야보대체년과임딱간다암적야보니에셈기에대래야지那我家人都马上去，什么得了？得去，你过来嘛？你你看不不得不跟的，你不嘛？真的，你下雨得不跟的，广东看的，第二年不看点我了是吗？刚退别团打他们去，一人马接不起，什么下雨来说？这里就，这个，这个嘞，七节哇，六角贝那样大多，俺那下乡个七节哇，这主要个个主要个，俺南山这拉面扛松不得了，俺那是街头路夹不起，通路是通过去些，街头夹不来，直接拿了呀，伢的个嘞，俺什么嘞，这伢个是啊。가수로다지차디가래이내야야참저지딘나는꽤벗삼시기드거말해껌들리야이래송사야돼에심단조심단냠도랑그심단냠도
当话的啊，你们都约不起。古老的，这古约不印度啥呢？印度民族的，什么伊拉松、罗兰森，这都是古老的。嘛，到各地呢，俺们吃的不起，开钱找都买了。俺们人家土著啥呢？吃的拿了当老用过嘛嘞？这印度，俺的这吃的拿了基本上是没变吧？这其他的也不是很多。提定都，俺那一人送六人钱呢，俺那人给身上着呢，等那几帮忙，这个月给那个那不全部用呢，提来啊帮忙可多可多，这些吧，那等那就够了。那等那，那土生土长的肩膀吃不了呀，骨肉他不是够了，骨肉。那不是他吧？古龙怎么的这样？这是过啊？土生的马家不是过？那这里就天这边的，看见那个卷松的，我也松，他来年不动荡，动荡虚差的。那他来年不点别告诉，卷通过的电视来，我来拉呗，不是？他来你不得搞来喝，他来松不得搞来喝。人就啥呢？我嘛我嘛，人品人品，嘛的，我嘛我嘛，人品人品，在那个多，我嘛我嘛，人品人品，在那个多。到底，人就啥呢？搞来哈不人就啥呢？那就叔叔扛秃秃，咱不能家是家，他们啥子搞来哈不啥的呢？叔叔扛秃秃，女婿的，甭管用的。嗯，拉美的，送不他们去。生了心啊，落了心啊，搞来好啥嘞？啊，落了心别，就吃点热热热的，嘛都没味呢啊！大弟，就爱吃个胖多，一来送你，娘们吃个娘不了，天天就吃味呢啊！朋友都怪我吃不啥了，唐伯去年白搞我做运动呢，那这里爱养不起。年呢，生了马鸡不是吃个营养，你别听这个，偏把茶不当，听这个女把茶不急，我都这话开心不来。今年去年别搞哩呢，年家七十七十得住了呀，但你我呢，今年个嘛嘞，你看出来哒？生了身高都上不了，听这个，大概陈些点呢。叔叔借不了钱呢，得嘞，开钱不急的，早钱不急的，等你，打移动完了不急，等你这个操完了不急，这呢，一路送过月饼来。那缺，总去缺一，去听缺啥的经历呢啊？新大嘞，安利啊，新大嘞，给这些啊，当然就，搞出来，听这个农民个话都马上去安利啊，那他哩，你送送啊，你不着。听这就是搞出来羊，清淡的叫你羊了，羊的羊都被 recall 了什么的，羊的羊都节点起来呢。等你开始节不了，等你呢，羊子叔叔的，就搞出来，出来那羊都有没提出来呀？接着提再接，等你三年羊家了，搞出来就送去学校了，俺们提顶多。人家三百多岁，三年，真的，但你们这真的日本人，但你们唐伯虎的孙子，你们日本的孙子三百多，但那几羊的羊都搞出来，几马街吧，城市当的羊的羊都吃不赢呢，那个控制啊，那是，老人家控制啊，老不着啊，那是，真的早晚的马街吧呢。我还有什么嘞？但是呢，你土生土长的啥的嘞？他做的各种成就给省，银行被省打完的，干什么意思嘞？他第一点都，听见绿色住，但不一样啊。但呢，你怎么讲？你土生土长的，跟开业嘞，碰到吃不下呀嘞？加上什么嘞啊？那。春天绿色出蛋白啥的，就肉质输赢。
大爹那样痛吗？让了那么多东西，啊，让了那么多的，干得了，从那时年长都没把这个物业给买，俺说能用这。내시주산에지강바라바라마대와중고라바나다나신기참바라바겹나아니신이나나소는슬라고야하랬어이나야코와치다치라기동해라삼다이나나자대주나자창라매바치나자치슈야동해치슈디코아지다시라기나상동해디차리아르시드니뉴푸베기소아르비나로리아네기다네르룽가르룽다치바페겐뉴바스제남바시시에네디즈기다규텔레아르웨규시다네웨규니순거아레르웨규디牛毛都松的，那个人为讲，大家在被那个被早晚路，那就早晚空土色了不的，破土色了不的，牛毛都松的热气些，别个说话就被熊猫拿不得你输过啊。这里女生呢，每当三当叫他们提出个那个。가서류기내내가내가류기내점을가져와야지근데나서수세를점을채비내야내기자와된마술기봐도지시도그러나내기독자로디두루로디하디여비물에근데이뉴스안에내지쌍방조급이나내기인위교녀모도순대没就要钱，对嘞，对嘞，他说嘞，上大就老土不穿一米呢，嗯，那龙脊皮跟驴不说嘞，杨树塔子用过二十，天哪，各种空房子给送出来了，水土买卖，南把特土买卖，赚巴死，对嘞，就他们被那，然后他们几点被给。내지명다잡아나서수색이내로근데찌르시비냐로카시마치로카시나로라너그레야나간다라지시위내거라시사는하고시나시다치수야나수야다치이내야다당아주코와찌체다내디코와토마메바네근데지타명을봐서말해다투보매봐근데지금바로도근데가수의유미제봐신의시다매주수연아수연타매주근데지금나사유인증라다라차봐근데지금나는여보인바래수다근데니바디최마와라멤버더비두시최년바보들리아베멤버더와 MG 하지더비두시게구요래수오근데이제나런이에순두매번내가대답을잘해야돼서코아지치라고내가동해기나순두매번내가대답을잘해야돼대답을내가대내대를타러얘기내가수에대멤버지제대야가수에멤버드네지에계획신이담바드체주산에대기배일을조아다가와全部见的，第一个，那各种基础设施那样多，但第一个，这各行呢，特别学习各行呢，这大同学呢，那就感兴趣心多，如果有，但是呢，说不出来，蛮多有些广告也没得事，但你们说那些缺点，蛮把生活怎么就没错吧？멤버대기따라내야지가수로다다매주매사에나래다내텔레소비다매주그리시고비냐
没就像这种就村里面嘛，南疆面嘛，大地里就俺说的，主要的开什么修车的，因为就是那天南新的，他们去娘说两百啦，赚个一百来是。哎呀，大地的，这里这种吃不下，大地呢，的水质不行，就是下去有的。第一节了呀，中三月节了呀，俺家上肯定，除了开些个，俺那个江浙个，懂吧？这里是吃了吃一吃，这什么都，人就上了呀，中三月节了呀，江浙懂吧？吃一吃，就是准备给你个懂吧？啊，给你去吧，好么？啊，是，江浙东北兄弟也不得做了。就是这边给您东北去培养的，别做生意。哦，当国主任，要是别让他。大姐呢？去了。这里面的有有些下午来是，俺这的的，我的学生都是。大姐呢？这里媳妇的，你错人都写是，你错人都写啥的？的那天娘说了嘛，他没去的呀。对，南天的过呢，娘娘吃，对，但南草原东西都是没得。大地搞的是呢，本来是南朝鲜的这个，哪里有移民呢？对了呀，但那是没你的，你们还是平常还是准备米片吧？对呢，내마수이봐도맨땡거봤나시냠래차지차니래리니쳐봐진짜그미편봐미쳐봐라메때배랑도록이내가리들이야주추유그균신도균세매봐냠래쳐봐요다드네나봐디去七八步，那那么几位新人，进来呀，真的，他说的，这个提前习惯呐，当然先给陈主任吧，怕我，再大的，他说的自己，送给送十三人账的，铁大给写的嘛，预备当把出面的，那么给新人的了呀，约三百多，今天这个过呢，去七八个，那么给新人了呀，几乎当不当，提前是不得有有些下呢，今天这里呀呗，各种节点的会不会结个尾嘛？大家呢，主播去一去了，人都那边都是啥的，这边等个面积不送不能行的，大东岸的观众查了的，那么绿吧，江边这边车都，他们去一面几天也看不说，别有人都那那几毛钱吧，等这个，过年这深圳的第一档，三个月电报都没去谈生意吧了呀。今天这卡出来，俺就接这单，对了，早晚起不进个位没得。现在为他带头有个女婿出不得，得去你别搞了呀，那个说了别加了些吧，别呢，给位新人给新人点别搞，他带头有个去七百搞了呀。
俺提搞了样，搞台灯推白给，哎呢，给我新年的这绿色主播店，过过来了，天主年个设备搞了样，搞台灯推白给的绿色主播，绿色主播店先过来的，别呢，天主年个设备搞了样，人家天主懂了，天主确实懂经济，一百钱呢，你不得用绿色，搞，天主。这团圆吧，切特别当下准备给我新年的了，面包都有些高。现在天桥的缺口，谢谢给天桥的缺口换上了，面积都些高，这都些高呀。我咱多呢，就去年买的滚龙了呀，你那了没对不起面包，你就啥呢？第一个他说的。那个改进那个元素，推荐这些出点啥的，样的样的，是他们公部门的去前年才会搞才会弄过来啊，样的样的的，点那不钱的送给俺的，送给外军这样，开不起来难点是吧那些，那样的样的送给俺的外军这，这是土地俺的，这里就啥呢？当年上不了那么久的前年月，那是去前年上都马赛呗，在那拉着几个拿了了。六种设备搞了一年啊，达到广东设备的，是改建的、重建、改建帮助重建住宅的，大概的两家的设备呢，天天配套用的生活多了，现在这个难了呀，六种设备搞了呢，天天提醒的，当然先给这个看到这一套里面的呀，那你这边给大概的是，年报表，最新的年数，你还好呢？这确认几天，看了样，碰到钱不也不记当，该钱不应得不记，家底都什么月？啊，这呢，你结束。大江之东不济桥啦，大江之东不济桥啦，卡拉修古都山啦，大卡桑广都修不能行的，我就是我这卡桑广都修不得嘞，他就到最最面面的是嘛，我想修过也是根本都上不住，那得了呀。这趟给南军这教训抓的，江浙东北来开发了钱呐。这些的什么东西都教训抓是做啥呢？那大家是就工作了呀，可能别人是都是这个大笨呐。这年卡都真的特别搞了呀，俺上个天那么天学习，真的这个。就那么了，教书的话都，真的前面呢，教书送我怎么着，蛮多呗。江浙，东北城里啊，下都要搞烂活嘞。江浙东北城的教书送我怎么是没吧？在这边，江浙送开连他们家的车子，这其实错也怕了，情绪人不怕了，没当人吧？真的个，但开连他们家，但这话就过于是来生。弘扬佛陀智慧广，护持生命大道场，滋润心灵生命力，成就菩提清净心。各位菩萨，佛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什么叫一心念佛？好好收看生命电视台，不当跳去别台。因为生命台告诉我们的是佛的心、慈悲心，保护所有的生命，智慧的心，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净。所以愿各位多弘扬生命。